餐蓝洞，很期待。然后现在来吃个早餐先。今天吃早餐的风景好漂亮。哇，这里是它的最高的 deck， 15楼。然后这边是有水上活动，然后有游泳池的。可是现在有一点冷，这几天都是 winter， 所以没有什么人来游。上船坐一个45分钟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船上了。我们到了，现在走着去那一站换小的船。到蓝洞，所以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看。很伤心，因为今天本来是要去看蓝洞的，但是因为高潮的关系，所以我们进不到那个洞，那个伞板不能进，所以我们就只是坐船外面看蓝洞而已，就看得到啊那些石头而已。所以现在我们要坐船回去我们的大船。耶，今天是第四天，然后今天穿这样出门。很伤心，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要拿雨伞。靠近码头了，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才上船，所以我们先来这里看看。
这一 part 呢是 earthquake 过后，地震过后还是有在的，就是没有损坏，其他的都是 rebuild 过了，除了那一个。所以呢，我们已经回来我们的游轮了，刚才只是下去看一点风景啊，去旅游景点看看而已，然后就回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游轮之旅呢，还会比较长的时间在游轮上躲过下去的，所以我们会就是下去几个小时，然后整天都是待在游轮，然后晚上他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会比较长时间在游轮。然后 shopping 也是没有什么时间 shopping， 因为跟tour通常都是比较赶的嘛。 shopping 的话我们应该会等到 outlet 那一天，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去那种 outlet 买东西，所以那一天我们再好好的 shop。 我们是买了一点东西啊，只是很赶哦，就是吃一点 ice cream 都要快赶着上巴士那种，是有一点伤心啦。因为我跟妈妈都是比较喜欢 shopping 的人，然后看那些风景啊，去旅游景点看看，没有这样有兴趣哦。看那些 building 那一些，我比较有兴趣 shopping， 所以我们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今天吃晚餐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整个游轮呢是比较多 restaurant 的，就是真的是很多，什么 restaurant 都有，所以你可以去慢慢 explore， 看你喜欢吃哪一个。好像今天我们去吃western food steakhouse， 然后也是有日本餐那一些的。So 等下见。这一楼呢是做 spa 跟做头发的。今天我们去这个 steakhouse 吃晚餐。这里有一个做头发的店，但是都是用 USD 的，船上都是用 USD 的，所以我们都没有什么花钱在船上。因为我们的托也是包了，我们的食物都 不需要出钱的。今天我们来吃一次晚餐。这里呢可以叫一个 starter， 然后我叫一个 oyster for 那个 starter， 然后我们叫一个 salad， 然后可以叫 soup salad， 还有一个 main course， 看起来好吃。我叫这个 lobster bisque， 我的 main 我叫这个虾的，然后它是叫西冷菜。cheesecake， 这看起来很好吃。它这边食物通常是有给 starter 啊，连 soup、main course 跟一个 dessert， 所以都是会吃到很饱的。美丽，我就爱吃这个。Day five， 我们今天在 Palermo。然后今天鼻子有一点小感冒，因为天气的问题，又冷又热，又冷又热。因为去一些地方有 heat 的地方，或者是上巴士就会比较温，弄到鼻子现在有一点小感冒。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哇，上面这个美，超漂亮！
是 milk flavor 的 gelato， 真是很好吃。